好，那硕汉，虽然我今天穿好像要打篮球一样，但是其实我之前是游泳队的。哦，我从国小到国中都是游泳队，然后就是好奇妙，他去游泳的时候是穿篮球装，当然是泳裤啦。哦，泳裤。因为今天节目好像想说也不方便穿个泳裤跟泳帽挖进来，你要穿泳裤。可以啊，我等你，你现在去。现在去吗？对，我等你。没关系，这样还是这样。对，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参加游泳比赛，然后就是县市比赛第二名这样子。哦哟，县市哎，对对对，几岁几岁县市吧？我太远，国二十四岁的时候，十四岁县市，哇，那不得了，对，优秀优秀。但是后来就是因为。其实我觉得游泳比较孤单一点，然后就跟同学跑去打篮球了。嗯嗯，所以但是我其实我你从游泳跳到篮球，游泳是比较就像你讲孤单，对，可是篮球是野蛮呢，超野蛮，算是，但是就是，但你这么你这么粉味，哎，对，就是很多人就会看不出来我好像喜欢运动，但是其实我蛮爱你很野蛮，可以这么说，哇，就是我蛮喜欢。各种球类运动，比如说像我小时候也是打羽球啊，打桌球啊，最近也在练什么高尔夫，是这样。哦。